请掀开经本，华落天长行最后一句，普见十方天王得示现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解脱门。天王修学得道的法门，正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所以我常说，《华严经》是多元文化最好的教科书。德是他正德，是他自己其如这个境界。示现实在是比普门品里面菩萨示现的还要明显。普门品与楞严经上所讲的都是说32种应身。那么我们一般人读这些经文，总是分别执着，这执着一定就是32，33就没有了。哪里知道他这个32就是讲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归纳为32类，是这个意思。32印展开呀，就是此地所讲的不可思议的行类，类别太多太多，无量无边没有一样啊不是诸佛如来的化身。我们学佛，如果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连这个道理都不能认知，我们学佛要想成就啊，就太难太难了。智慧不知道到哪一天开啊，烦恼永远不能断除啊。智慧不开是烦恼障碍，烦恼不能断除就是你有严重的分别执着。不知道事实真相，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一念自信变现出来的。佛在《华严经》说的透彻，真正是简要详明到基础，跟我们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有一切现象唯心所现的，心是真心，是本性。在大乘法里面讲，设法界是唯心所现的，一真法界也是唯心所现的。唯心所现，何以有设法界？唯识所变的。识是什么？
实是心错误的起用。叫实啊，佛法说来说去就是两个字，觉迷而已。迷的时候实起作用，实就变境界。实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实。心里头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心所现的相啊，是平等，是清净的，是无碍的。设法界的现象都是心所现，就现象而论，决定没有障碍。华严经上讲的是无碍法界。离无碍，是无碍；离是无碍，是是无碍啊！障碍从哪里来的？障碍从实来的，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有障碍。离了妄想分别执着，决定没有障碍。那么佛法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世间法也如是啊。佛教原生之法，其他宗教又何尝不是原生之法呢？诸佛如来，菩萨圆觉声闻，唯识所变啊！大梵天王，天神鬼神，龙神，乃至于地狱道里面的阎魔王，哪一个不是为识所变？我们把这些事实认清楚了，才晓得这些现象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所以菩萨成佛的时候，看到大地众生皆成佛道啊，大地众生包括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无情众生里面包括我们现在所讲的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太空有太空的相貌，世界有世界的相貌，星球有星球的相貌，这些无一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就是佛，心就是如来啊。所以说皆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凡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他不是诸佛如来是什么呢？所以入境界的人，这个地方讲啊，入解脱门之人，入解脱门是什么意思？
入一真法界。啊，歇是解开啊，解除啊。啊，中国人讲解放啊，就是这个意思。把妄想分别执着解放，解除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啊，门是方法，门径。他从哪个地方解脱的呢？什么方法解脱的呢？彻底了解不思议众生行类差别这一个事实真相，他搞清楚搞明白了，六道不见了，十法界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想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佛法里的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个时候的心情是这样的呀。这个心情正是诸佛如来的心情，所以他成佛了，他入佛的境界。我们今天怎么样修行都入不了这个境界，不但不能入，连这个境界都一无所知。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没有解也没有脱，我们没有脱离三界，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烦恼习气解除掉啊。这个事情诸佛菩萨虽然是大慈大悲，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救。佛帮助我们的开示而已，换一句话说，只能将这些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修行正果决定是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悟入就是修行正果嘛，这个事情谁都帮不上忙。如果别人能帮得上忙，我们早都成佛了啊，不会受这些冤枉的苦报。这个事情没有人帮忙，迷是自己迷，执着是自己执着，分别是自己分别，不关别人的事。佛菩萨慈悲把这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说清楚说明白，我们要觉悟啊。所以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悟了之后啊，就要解脱。解脱是功夫，是行门，悟是属于解门。真正觉悟了，肯定相信明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众生两个字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
就叫众生。有情是众生，无情也是众生。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佛法里面叫清净法身。诸位在经上也曾经读过，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所以是一个共同生命体。因此诸佛如来清楚肯定一切众生就是自己，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爱护一切众生就是爱护自己，以纯善之心对一切众生就是对自己，就是自他不二，生佛不二。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唯独《大乘经论》里面说的详细，说的透彻，说的究竟圆满。这是大乘佛法可贵之处，我们称它做宝。佛天天在说，我们天天在读，也天天在研究讨论，可是总是不见回头，总是不见觉悟。原因在哪里？总要把原因找出来，把这个原因消除，我们才有指望。这个原因实在讲，烦恼习气太重太深，这也难怪了。无量劫来迷惑颠倒，在六道轮回熏习这些恶劣的习气种子，中国古人常讲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两句话是讲一生的熏习，一生的熏习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少是年少啊，从小啊，这种熏习，这个熏习就好像天性一样，像天生的一样，习惯了就成了自然，也正因为这个道理，中国古圣先贤诸佛菩萨着重在少年的教育，儒家的教育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就开始，现在谁懂得？圣贤人的教学一生都不间断，为什么不能间断？一间断就被烦恼习气熏习，所以正确的教育怎么能中断？凡夫众生呢，是恶的熏习，是染的熏习，
佛法的教学是把它翻过来啊，用善的讯息，用净的讯息，这样的讯息在一生当中不但是叫天天不间断，要念念不间断才能产生效果啊！我们今天在此地时间虽然不长啊，相处几个月啊，几年的时间，我们的讯息可以说天天不间断了。为什么不能产生效果？天天不间断，实际上是念念有间断。我们每天在一起熏习才两个小时啊，一天24个小时，还有22个小时是烦恼的熏习。诸位想想，这佛法怎么能敌得过烦恼？所以你不会开悟，你不能证果，你的心依旧得不到清净，原因就在此地啊。如果每天有10个小时以上的讯息，那个情况完全不相同，你会觉悟啊，纵然不能证果，这个开悟啊是非常可能的。啊，如果每一天有20个小时的熏习，你这一生决定证果。我说这个话非常肯定。凭什么说的呢？自古以来正果的人都是这么修成的。无论是修学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是很认真的，锲而不舍啊。念佛这个法门能够这样用功，生死自在。走的时候欲知时至，决定没有变故，站着走，坐着走，潇洒极了。他不是天生的，他是这一生修成的。怎么修成的？念念功夫不间断。他成就了。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啊，生死没有把握啊，开悟没消息，功夫不够啊。没有事的时候成天打妄想，怎么行呢？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全是妄想啊！妄想是造轮回业。想开悟，想得一心不乱，还是妄想，决定得不到。真正得开悟啊，断烦恼啊，自在往生不退成佛，只有用功啊。打妄想那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六根接触外面形形色色，
我们被这些无量无边行类差别迷惑了啊，在这个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错了。诸佛菩萨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里头开悟了呢？你们想想，这什么道理？他们在这个复杂现象里头，他不迷，所以他做佛菩萨了。我们在这个复杂现象里头，完全被迷了。迷的现象就是六根接触境界，起妄想分别执着，迷的现象啊。悟的现象，他们在这个现象里面生起是什么呢？是戒定智慧。戒是随缘的。有秩序的随缘，有条不紊的随缘，一点都不乱了。定是心，心永远是清净平等。我们今天讲的真诚清净平等，那是定啊。慧呢，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是慧啊。所以觉悟的人面对六尘境界，他升起的是戒定慧。我们迷惑的人面对境界升起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生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得搞轮回了，搞三途，搞六道。六根对六境，全是戒定慧。纯真之心，纯爱之心，纯是利益众生之心，那是觉悟的人，那是佛菩萨。诸位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晓得自己应该从哪里学起，从哪里入门。所以自信体虽然是一个，自信其用啊，就是多元的。不是单一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摄49年所摄一切经的浓缩，一部经，一切经就是一部经，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世尊所说一部经，再跟诸位说，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大经里面所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我们再问，那个基督教的新旧约
是不是一切经？你们诸位是真懂得、真明白了，你就会肯定点头，是的。啊，新旧约能不能包括全部的佛法呢？包括。他怎么不包括？啊，伊斯兰的古兰经能不能包括一切法呢？包括。如果不包括，一就不是一切，一切就不是一。这个话就讲不通了。所以大乘佛法里都讲啊，云人说法无法不云。啊，什么叫云人？云悟啊。法法皆缘呐！先前我们这个社会障碍太多了，障碍歧视从哪里升起的呢？迷执、误会、迷情执着啊。所以才有冲突啊！才有矛盾，才有战争，才有灾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都明白了，所有一切灾难全部都化解了，都没有了。这得用什么方法呢？教学。所以我常说，华藏会上，啊，华藏世界，我们看这些天王，每一位天王就是一个族群呢，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化乐天跟套化天那很大的不同啊。啊，欲界天跟色界天那更大的不同啊。啊，化乐天这个地方举的十一位天王，就是这个里头啊，这个族群里头又有十一个族群。太多太多了，每一个族群里面又分许许多多族群，可是它同一个根，同一个源，它跟其他不同的族群确实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我们今天得的是人生，住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族群人类呀。啊，人类是个大的族群，但是比起这些天王的时候，还是这个天王底下一个小族群。这我们学佛在佛经里面读过，大梵天王统治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是三千大千世界里头一个小球啊，是属于他统治的。可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些人类又分多少个族群，族群里头又分小族群，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啊，树有根，有本，有干，有枝，有条，有叶。都是这一棵树，都是从根本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不能说这个枝跟那个枝打架了，这个叶跟那个叶对立了，那就错了啊，那就不好了。你看看中国文字，就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这个是在世界上其他这个国家民族里面没见到的。啊，中国文字象形会意。啊，你看好，什么叫好啊？啊，知道不同的族群是一个，那就好啊。啊，这个字意思很深呐。从人类来讲，这个族群最根本的中国五伦的教育，夫妇啊，伦常从这个地方做起啊。啊，首先夫妻要和，你家才会兴旺。所以一个好是一个子一个女啊，和起来两个不打架就好啊，他两个打架就不好了啊。所以这象征夫妇啊，夫妇和睦和好，这叫好啊。啊，这两个人天天闹意见，天天吵架就不好了。你想想看这个字的意思多深多广，引申出来一切不同的族类，不同的族群，现在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和和就好。虽然和和并没有破坏，这才叫真好啊！你为什么不能破坏呢？自信其用啊，原本就是多元的。所以我常常举例子，举我们这个身体来说，这个是大家最容易体会的。我们身体是多元的，这个身体里面也有很多族群，也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眼是一个族群，眼跟耳决定不一样，耳跟鼻又不一样，鼻跟舌又不一样，这个就是不同的族群嘛。不同的族群要和睦合作，这个人身体健康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族类虽然不一样，决定平等，没有高下。所以华严经上讲的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的。正如同我们这个身体每一个器官，眼见第一，耳听第一，鼻嗅第一，舌尝第一，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所以大家相安无私，有第一有第二，我老大你老二，非打架不可，那就不好了。个个都第一，头在上第一，脚在下也第一，
绝不能够说头尊、足卑呀，那是凡夫错误的概念呐。说实在话是平等的。每一个人他的功能都是第一。如果头个脚两个人争第一的时候两个人不和了脚也不愿意走路了头也不愿意量起来了，这人非死不可嘛。社会也是如此不同的族群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原本是一家人，原本是一体，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互相合作，我们的社会才安定繁荣，我们的生活多彩多姿决定不可以把其他的族群都消灭一定要跟着我走，那是错误。就像一个身体了，眼好耳朵不要了，耳也变成眼，口也变成眼，那变成只能看不能听了，那这个人也就完了。大道理我们总要清楚，总要明了。所以我们做的工作和睦多元文化和睦不同的族群，和睦不同的宗教有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从大方广佛华严经来的。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教义的落实。我们不能只在课堂里面讲解，在自己书房里读诵要落实落实就是与一切众生和和相处。他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很容易融合他有分别执着，我也有分别执着，永远对立，永远是矛盾的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诸佛菩萨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没有一定的身相这个佛就是真心心识没有一定的相状没有一定的作用所以他能够随类化身应机说法随机说法这是佛教导我们随缘不攀缘普贤十愿里面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一切众生行善行恶都要随顺他行善随顺他帮助把那个善化成净更善了众生作恶随顺他把他的恶转变成善
啊，这个叫恒顺众生呢，叫随喜功德。所以，恒顺跟随喜是高度智慧的运用，不是迷情。妄想分别执着迷惑颠倒随顺众生，那就不得了了啊！那随顺众生到三途，随顺众生堕恶道啊，那就错了，跟佛菩萨讲的这个随缘随顺的意思完全不相同啊，名词术语一样，意思不一样。我们要懂得啊，十愿是大菩萨修学的纲领。啊，所以这一句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要认真的去学习。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有个简单的注解，示现等者，无边频类，一毛顿现，更无去来，有显难思。啊，这一句话就是讲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是一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四跟一都已经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清净心里面没有思也没有意。所以佛跟佛见面没有一句话说啊，彼此在一起都是一念不生的啊，没有思没有意啊，佛跟菩萨在一起才有话说，菩萨分别执着断了，妄想没断尽，所以佛还要教菩萨，菩萨还有疑问向佛请教啊，这好像是有思有意啊，佛跟佛见面呢，就没有思议啊，没有一句话说。长行我们就说到此地啊，下面呢再看偈颂。二是善化天王，成佛为离，普观一切善化天众，二说颂言。这是一类大族群，这个一类族群就是欲界第五层天，一般经论里面称之为化乐天。化乐天天王也很多啊，善化天王作为代表，首先来赞佛，提出他修学的报告。所以这些赞颂
意思都很深。赞叹信德，赞叹法门，赞叹修行的成就。文字虽然很少，只有四句偈，意思无限的深广。全经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这一行文是社稷的仪规，从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看得到他们家普贤十愿，第一愿跟第二愿呢落实了。第一愿是礼敬诸佛，第二愿是称赞如来，就落实了。成佛为礼，知恩报恩，他的智慧从哪来的？老师教的，不忘本呢，不敢说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自己有这个智慧，他不是这个说法。成佛的威力，这是教门，不忘本，知恩报恩，普观一切善化天众，不轻慢众生，这些众生是跟他同一个族群的、同类的，都是善化天人。一同参与这个法会的，普观通通照顾到。他今天这个报告，这个赞颂，不仅仅是成佛的威力，也是大众威德的加持。你看看这个意思多好啊，这个意思多么圆满啊。儒家讲的止于至善，这才是真正止于至善啊。就像善财童子一样，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除我自己一个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善知识，都是善友，都是老师啊。华严会上啊，人人都是用这种心态啊。所以我们提出了三个字，真、爱、利。真诚、热爱、利益，所有一切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这个三点就决定融合了。云融合合，用什么东西圆融合合？
这三个就圆融合合。决定不破坏族群，不破坏宗教信仰，达到了彼此尊重，彼此互爱，互助合作。互助合作是大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了。那么这下面二说颂言，这就是称赞如来的落实。请看经文：世间业性不思议，佛为群迷悉开示，巧舍因缘真实理，一切众生差别异。前面我们所得到的，天王所得的法门，是开示一切业变化力系统。那么他的报告正是说明他从这个法门修学成果。第一句总说世间业性不思议，先说世间，世是讲的时间，间呢是讲的空间，我们现在人讲时空，中国古时候人讲宇宙，他的意思也是时空的意思，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个字，你看它的形状，三个世，三个世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实在讲呢，它是一桩事情。最底下是个一页。从分别执着上观察这个字的意思，三十年叫一世，这是世间人的看法。而佛法看这个字的意思呢，不一样，还是这个字字，还是这个写法。佛法看呢，三世。疑心作，三世是一念，一念是三世，你看还是这个字，体会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字，你的看法、想法、体会意思不相同啊。世间人三十年是一世，他也没说错。佛法才看出它的真相，真相是一念三世，三世从是从自性一念所现的相状啊，见也叫做见，见是见性。见是间隔，意思是一样，是指的空间。说一个时间，说一个空间，把这个里头所有一切事事物物都包括了，一样也漏不掉了。这个里面所有一切活动就是一。
业所依据的离体就是心。啊，业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啊，能生一切业相的那个叫心呐，那叫体呀。所以此地这个业要用体相用三个字来说，业就包括现象作用啊，这个性是体，不可思议。在本经经体大方广三个字，性就是经体上大字的意思，业呢就是方广的啊，方是讲的相啊，广是讲的作用啊，三种都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世间在经文表面上来看，这个世间是指十法界。如果更深一层去观察呢，也包括一真法界。虚空法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啊，不可思议。不思议就对了，那你就成佛成菩萨了。你要有思有意错了啊，也就是说，思是你想错了，意是你说错了。啊，为什么呢？你想，你想象不到啊。你想的范围非常自狭了，你也说不到。也说不圆满了，你能够说的是一部分，很自小的一部分。它原本是不可思议的，你一定要去思，一定要去意，这就坏了。佛法的修行，诸位想想，他修的是什么啊？你要是真看清楚了，想通了，啊，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就是要把我们的私意放下了。《般若经》上讲的最清楚、最透彻。啊，告诉我们，万法皆空。啊，一切法包括佛法都不可得。啊，既然皆空，既然皆不可得，你有什么好思，有什么好意的？啊，你的思意也全都落空了。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无非是把我们思意的习气回归到自然，回归到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不思议。那么由此可知，不思意是缺，思意是迷。般若经上才说，般若无知。什么叫无知？无知就是不思议。啊，真正的智慧是不思议。
心境居空。居空不是没有现象，有啊，相都存在。什么是空呢？思义空。居空是讲这个空，不是说这相没有了，那你就搞错了。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空。居空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空掉了。你的心清净。你看佛所入的境界叫极灭人。清净极灭。一念不生，那是佛菩萨。凡夫的心里面有思有意。心有思，口有意。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有修行的人，有修养的人，言语少啊，哪有那么多废话？中国古圣先贤教人，言语要记住一个原则：简要暇明。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写文章也是守这个原则。要简单，要扼要，又要详细，又要明白。所以我们读中国的古文，文章真是做得好，符合这四个标准。好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加一个字是累赘，可以删掉的。少一个字它不通了。文章做的是不增不减，一流的文章啊！我们学佛的人学过科判了，用科判一摆开的时候就知道，他的文章好不好。科判是一条线，一条线把它穿起来。废话穿不进去，多余的。如果里面要紧的时候断掉一个字，断掉一句，这个科判判不下去，就中断了。做到不增不减。说话了也要说到不增不减。好言语。废话多表示什么？思想乱，心思乱了，废话就多啊。心地清净，言语就少，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从你的言行就知道你的修养功夫，能够观察到你学养的浅深。越是修养高的人，杂念是越少，言语也少。少与事实真相相应，世间业性不思议吧。到如来国地上完全相应。般若无知，如来才做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没断。那个无知还欠缺一分，还不圆满。这是真理。
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佛为群迷悉开始。所以我们在前面长行里面读到的幕后这个以为啊普见十方天王。他给我们说的。一切众生品类差别太复杂了，群也。此地讲的群迷是指九法界众生。为什么呢？对九法界众生佛才有开示。对一真法界的那些法身大士们就没有开示。所以有开示是对十法界众生来说的，这是佛的慈悲。这一句是慈悲。巧说因缘真实理，这一句是智慧。佛有大慈悲心，不舍一人。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任何一个族类，任何不同的群体，佛普遍的应现，佛没有分别。所以佛心是平等的，应现在其他不同宗教里面，经典上讲的太多了。最明显的本经后面五十三参，胜热婆罗门，婆罗门现在在新加坡称信徒教，信徒教就是婆罗门。这个是诸佛如来示现婆罗门身的，那婆罗门就是诸佛如来。应以婆罗门身得度的就现婆罗门身了，你怎么能说他不是佛法？变形外道，那也是不同的宗教啊，不同的族群啊。你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婆罗门女是谁？地藏菩萨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恍然大悟啊！我们天天读经，连这个都看不出来，都不能体会，还要跟许多族群、许多宗教要划界限。那我们这个经不叫白读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种种不同的族类、不同的宗教一体，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法身大士化现的。所以我们礼敬诸佛，要以真诚平等的礼敬对待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如果我们轻慢他们，
轻慢佛陀，轻慢了自信。我们读佛经要明白这些道理，要能够去体会到，这个群迷就是一切众生，设法界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里头。佛为这些人开示，就跟婆门品里面所说的一样，应当现实实现什么身就实现什么身。这个现身不是佛自己的意思。佛要有意思那就错了。不思议他怎么会有意思呢？佛身怎么现的呢？佛是因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众生的感有有心有无心。可是佛的印呢，决定是无形。众生有感，佛就有印了。感应道交啊，也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感应，确实不分种类的。菩萨有感，佛现菩萨身；恶鬼有感，佛现恶鬼身；地狱有感，佛现地狱身。而且现身还有一个奇怪、不可思议的现象：佛所现身，不来不去。何以不来不去呢？佛的化身遍一切处，哪里来去？佛的智慧遍一切处，佛的德能遍一切处。诸位要晓得，佛是我们的自信，一念心性具足无量智慧德能，遍一切处，那是自己本人啊。禅宗里的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是我们本来面目啊。佛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而已。迷了我们的本来面目不见了。迷失了。佛菩萨慈悲教诲呀，帮助我们恢复本来面目而已。把自己找回来呀。佛家教学目的就在此地。巧舍因缘真实理。桥是善桥方便，没有善桥你就不能说法，你没有办法教人了。没有方便，别人就很难接受。方是方法，变是什么意思？最适合的方法叫变，变是变宜，也就是说对方最欢迎的方法，最尊重的方法，最爱好的方法，你用这个方法，那哪有不成功的道理？你的教学才能收到成果啊。这都在一个巧字里头啊。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因缘真实理。这五个字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因缘啊。因缘下面有果报，果报省略掉了啊，因为这个偈颂一句七个字啊，真实的因，真实的缘，真实的果，真实的报，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为这些众生说出。这是佛能做的事情，佛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的事情。幕后一句呢，也把果报补出来了。一切众生差别业，因为行业不相同啊，所以现的相就不一样啊。你看设法经，从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佛给我们讲了，佛的心平等心，清净平等觉，这个做佛了，这是佛的业，佛的因缘果报，菩萨的因缘果报，六度心，六度心。圆觉的因缘果报，十二因缘。声闻的因缘果报，四谛的信心。诸天的果报，是上品十善，慈悲喜舍。人的信心，五戒是善，往下去，恶鬼是贪，贪欲，畜生是愚痴，地狱是嗔恚。实在说呢，因缘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佛巧说。巧说是什么？在无量因缘里面，哪一个最重要？说一个，这巧啊！所以佛讲设法界众生的因性，给我们简简单单说出来，我们自己听了之后明白了，知道一切众生的业差别。相就差别了，果也有差别了，报也有差别了。这一切众生因缘果报差别怎么来的，我们清楚了，明白了。真正清楚明了，你才有方法改善。我们不满意的，改变成我们满意的，都做得到啊。没有做不到的。现在说人家说这个世间有大灾难，没错，大灾难怎么形成的？你懂得因缘真实理就知道。大灾难如何消除呢？你明白之后啊，把灾难的那个因缘消除，灾难就没有了。因缘是从内心的，
也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这才引发我们错误的行为。行为是差别业，能把这个转过来，外面灾难就转过来了，灾难就化解了。一个人转过来，这一个人自己灾难没有，化解了。大家都能够觉悟过来，共业就转过来了。没有不能转的，这里头都有个理，理要清楚，理要明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一首啊。